啊，这种那个年终吧，就劳保长，劳保长第二个嘛就，还就这边跟着，就那这边嘛，这边的话得批的，这种米家族的平时工作这种啥地方，这种米吧啥工拿着的时候得收的，这种如果没有嘛，你就平时把那别收的，不管把他们讲，都怪在这个嘛你啊，哎，都怪在这个嘛，这种都怪在你，别家来开家了，这种如果阿拉。你们都在这里把我们来做，干你家公路你也牛嘛，下边也找你找不着，下边，然后下边比较这种二十公里的，你比较麻烦的，你比较新西兰 A 的，上的是看这个，还有那种国外，你们呢，年龄也比较麻烦的，也比较加入，业务，这种开业务做我们也加入成功，这种还麻烦的，还麻烦比较，你比较，你们呢，就嘛，就年迈人的半年，年迈人的半年，业务第一嘛，这种苗苗有拿过。这是路过的，要不着，那呀，食堂没有，食堂没拿过，拿过没有？苗苗有嘛？那是年年的嘛？哎，人们因为养了那些地下用啊，把我们都话留，就那十年的钱没做了。哎，食堂没的，哎，苗苗没有的，苗苗就那食堂有嘛？就那还在叫，他们在这捞钱的，他们在这捞帮人搞的。他们有十年的钱嘛？哎，他们在这捞用的，走动到嘛，不走的就没有东西，不走的就把我们的他们利益嘛来的。这种那么年终吧，就劳保长，劳保长第二个嘛就，还就这边跟着，就那这边嘛，这边的话得批的，这种米家族的平时工作这种啥地方，这种米吧啥工拿着的时候得收的，这种如果没有嘛，你就平时把那别收的，不管把他们讲，都怪在这个嘛你啊，哎，都怪在这个嘛，这种都怪在你，别家来开家了，这种如果阿拉。把我们来做，干你搞公路你也牛嘛，下边也找你找不着，下边，然后下边比较这种二十公里的，你比较麻烦的，你比较新西兰 A 的，上的是看这个，还有那种国外，你们呢，年龄也比较麻烦的，也比较加入，业务，这种开业务做我们也比较加入成功，这种还麻烦的，还麻烦比较，你比较，你比较，你们呢，手嘛，就年迈人的半年，年迈人的把业务第一还牛嘛，这种苗苗有拿过。这是路过的，要不着，那呀，食堂没有，食堂没拿过，拿过没有？苗苗有嘛？那十年的人嘛，哎，人嘛因为养了那些地下用啊，把我们都话留，就那十年的钱没做了，哎，食堂没的，哎，苗苗没的，苗苗就那食堂有嘛？就那还在叫，他们在这捞钱的，他们在这捞帮人搞的。他们有十年的钱嘛？哎，他们在这捞用的，走动到嘛，不走的就没有东西，不走的就把我们的他们利益嘛来的。这种哎，你比较嘛，新两百二十公里你盘了，盘面你比较偏门那叫嘛？这种前面一年八股，第一百多，哎那那五两百二十多万，那是叫前面那八边，两二十那年的年这种拉过，好比叫你员工，我的是干也是干嘛？这种跟你跟那你比较嘛，反正一年搞的这种苗苗过苗苗，五两百二十年的要，条件你比这种前面高一点。现在就没变了，个叫，现在我身体也强了，是不是叫？那么在这老些，就不能我们就这种东西，是不是？真话的，还比如现在我们家说哦，苗苗有嘛？那我那边就是你，怎么样？那那十七万你家说的？困难点吧。好喂，从我现在那从那从那些困难，我那边那十年你苗苗有嘛？在这个人们，那我那边那十七万你嘛苗苗有嘛？家说的，家说的比十八万那十年你嘛苗苗有嘛？真的。十年的没钱，一家谁老板？郭老板，郭老板那是，你也你们这个没钱，我要你
超市几样的事。比如讲，我家那就没办法，啥啥样就偏的，那家那就没那人家没在乎，差不多就是，我一度一度就两头的收入，对。你看那些工人那点，你看江浙些工人那点，确定的跟他讲嘛。看他讲这种油票，走路呢我不走这种交通系的，看他连着到这上家，再加五毫升的，还有标准价，所以在那边确定的。但是的话，那些没啥子话，油钱都白加嘛。也他妈的那就说一个普选，这种是要不了重要。要了来看一下，听说那个县里派跟哪里，县里高人好强嘛呗，县里高人好强嘛呗。你要是有本事，县里派。Thank you.